你好，我是阿桑。最近咧，唔知道你有冇咧，即系面对同我一样嘅情况啦。咁咧，你计计嘅话咧，我哋咧即系戴口罩差唔多都有9个月或者即系更多嘅时间啦，就嚟接近1年噶啦，咁样样。就是咧连环疮啊，即系咧喺个下巴呢啲位咧，呢条连环出咗啦，跟住咧到呢边啦，跟住依家最近咧就到呢边啦，咁样样下一粒系唔知几时，但系咧应该唔会啦，因为我发现到好嘅产品啦。查咗，其实我都未研究佢好唔好嘅，但系我发现另一个问题咧，好快就显身咗啦，就系环绕佢嘅侧边嘅皮肤咧开始好干啊。咁所以咧就開始啊，又搽啲 cream 啊，咁樣樣又唔知係咪太油得滯啦，咁所以搞到嗰粒瘡咧就係遲遲都未好翻啦，咁樣樣。咁咧好開心啊，揾到一隻咧即係嚟自法國嘅品牌啦，叫做 Populous。咁喺香港你都好多地方會揾到嘅。攤出嚟就18铜人陣啦，然之後要用36个 step 啊，咁咧聽完咧已經想死啦！睇呢個 Populous 啦，咁然之後咧再上去網站睇啦，咦？點解係得福祿壽3隻嘅咧？咁即係真係得3隻產品。佢嗰個 cleansing gel 有咩即獨特之處咧？佢有歐盟專利嘅技術啦。咁佢嗰個技術令到咩咧？其實我哋洗完面咧，你就有一個即係除咗清爽同埋真係乾淨啦。咁咧佢可以殺菌啊。咁我哋都知道咧，即係如果我哋容易有暗瘡，係因為即可能係面油分泌啦，即啲油脂喺個面上面啦，跟住有細菌啦，咁然之後咧啲瘡瘡嚟揾你啦，咁樣樣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覺得咧呢個 step one 係好緊要啦，同埋我覺得咧都幾適合咧，即係一啲中意運動嘅朋友，即係運動又有少少懶懶地咁咯。通常洗面咧，你會發覺即係無論你用泡狀好咩狀都好啦，咁咧洗完面有時佢係冇錯，感覺係哇係好似好乾淨咁嘅，但係咧其實都會有啲乾抹抹嘅感覺。不過我自己用完呢個 Populous 咧，其實你用佢 cleansing gel 咧，其實你洗完嘅時候咧，係有一種咧，即係乾淨一定係啦。咁但係咧，佢有一個幾滑溜嘅感覺嘅喎，即係咧你會感覺到，咦呢、這個 cleansing gel 除咗 cleansing 咗即係塊面之外咧，其實都會咧有呢一種咧即係潤膚嘅感覺啦。咁我自己咧即係都幾驚咧，有時用完啲 cream 咧，佢好即係黐立立嗰個感覺咧。呢、這個 cream 咧基本上佢嘅好處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可以控油啦，搽完。是很爽的感觉，所以呢会令你哇整个心情啊，整块面啊，整个人啊都清爽晒。咁咧最后要讲咩呢？就是呢支 gel 啦，咁样我觉得咧响屋企看门口是需要的，是需要的。我自己搽的感觉咧就是咧，即系你擠出嚟佢透明的，咁即系你就即系点上嗰个暗疮的位咧，咦有少少凉爽的感觉啦，又不会乸啦。最紧要是咩呢？我觉得比起一般我自己搽开，可能你话暗疮高啦，嗰个分别好明显的分别嘅。就是咧，你覺得佢潤啊？個 Populous 佢嗰個暗瘡嗰支 gel 咧，就即係俾到你咧，好離奇啊！我覺得呢個暗瘡 gel 俾到你好水潤嘅感覺，的而且確係水潤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力推薦咧你去用。咁咧你就要記住一樣嘢喎，就係咧，始終佢唔係即係嗰啲快速特效西藥咧，今晚可能搽完，你期望聽日咧即係成粒瘡唔見咗。咁就有啲誇張啦。不過我覺得咧，其實我自己預期咧都會覺得啊，佢應該會耐啲先好噶。不過咧都比我預期嘅快喎。我查咗三四日，咁啊，你當每日2次啦，早晚咁樣樣。其實3、4日咧，佢已經係即係唔單止謝咗，我自己仲發覺咧，成個即係起碼呢邊啦嚇，成個皮膚咧其實佢都有翻水潤嘅感覺啊。咁呢一個咧，即係冇諗到原來有暗瘡嘅話都可以咁滋潤啊，咁樣樣唔係天價嘅護膚品，一剔過3支殺菌控油。如果你有暗瘡咧，可以有消炎嘅作用。物超所值，如果運動人士會好中意嘅，即係呢個你係會愛上嘅應該。希望你中意今次嘅介紹，下次再見你咯，拜拜。